铁门刷机又给加个。你们敢拍广告了哦？叫我们再帮拍广告。妈，你讲的是老的啊？我不会剪。我拿鸡毛油给老婆。好了，又来到那个老店，吉地名士烧饼。前桌啦，讲错了，来前桌出来了，你先用这种装哦，就我家还有烧饼，难得有烧饼了，现在烧饼应该都要18到20了，嗯，烧饼会先加吧，不？没先加烧饼啊？你先烧饼啊，烧饼，看好加无，看是不是咱手。啊，金鱼你又不是吃过吗？最新鱼的哦。不知道哦。你看，你吃看卖个有知影。我才看到伊真了香。嗯。那种大，那个麻麻，那个那个好吃，嗯，很好吃。是不是金鱼你一只就出来？嗯，一只一只吃真好吃。应该不是金鱼，金鱼没有这样子。金鱼有时候八八嘛，好便宜啊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应该不是金鱼，金鱼不是这样子。好吃啊。另一家更好吃，蛮、嗯、好吃的，咸咸的，嗯，有点香精又不太香，其实味道都差不多啊，啊都好吃，嗯，真的很好吃，对吧？嗯，好吃啊。今天很早就去排了，有点香。嗯。嗯。咱今个烧饼个更大更大，哎，弄好些，弄好些。这蛮咸的啦，嗯，我配这个。有点，还有点。嗯。有点。有啦，应该都可以的。反正你要再加，看那个。九分。蛮好加吧。我就要加几根咸毛的。一的。嗯。长条筋，长条。葱头煎了，葱头煎了汤。葱头煎了汤哦，对吧？系啊。你咸椒又够，就嗰啲啊。一个锅渣味啊，锅渣味。嗯。嗯。锅渣味啊。啊，因为它里边还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卤肉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样拍照。有卤肉，然后剥成丝，然后重点是这个咸稀饭，粒粒分明。哎。嗯。你若吃啊无粒粒分明啊，就没有口感。像你刚刚吃的、那個还咸还咸，安子呗，就是只要先个锅啊。你整锅啊，只个滚就好啊。你无啦，遐水，这个，遐滚啊，水啊，搁一步啊，那个后来搁断了，咁输去啊。有啊，那时候我们就穿那种料子了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用餐了，拜拜，再见。那直走就好啊。